男嘉宾，如果我们牵手成功的话，我要吃好的，穿好的，我脾气不好，更爱乱花钱，这些你都可以接受吧？老妹儿啊，都不是事儿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扛不扛揍吧？ Oh well, karma's a bitch. I still don't understand this. No, you say it five times and I still don't know what you're talking about. 我们五六岁就认识，然后呢，一路走来，工作的时候不开心，或者是谈恋爱不开心，我们都会跟对方倾诉，然后互相就会鼓励对方，要相信幸福和快乐是绝对的。这个是那个宠物医院当时救助他的那些人给他起的名字，那抱回家之后呢，他对这个名字有反应了，所以我也就没改这个名字。然后我离开我，放开我，别惹哭我，拆穿我软弱。 She said where you wanna go, how much you wanna risk, I'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, some superhero。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，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。 Step by step I go